他最近怎样？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我妈，我看他在节目上都生龙活虎的。啊？可是他最近在那边下面怎样？下面的下面。下面。哦，你真的很重。 你刚刚说没事，他快，我真的是。你看我们这些美眉都是太会接梗，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跟瓜哥讨教一下主持的功力啦。大家都是T台的同事啊，节目要互相对互相，对不对？真的。就小姐姐什么请，请回答，请回答。你问6次了，是。小姐姐请回答，然后还问我说要回答什么？对啊，要回答什么？是啊，就你问他，他就回答。就是你想要问什么，他们就你问问看，你问问看，你问问看啊。瓜哥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现在的小公司几位小姐姐的？对对对。那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哦，好，哎，瓜哥好，我是小公。哦，为什么？是 YouTube这频道这群人出来的，对，是小公，我们那时候的，对，为什么叫小壁虎？公是我的姓，所以我叫小公，本姓公，对，本姓。那你也可以叫他小壁虎 ，OK 啦，叫小爱，直接开始改名了。一点都不小，那么大一只，哎，没有，有穿高跟鞋，对对对，因为你说我的色系也是蛮像的。哎，另外一个是我老同事的女儿嘛，安吉，你朋友的女儿，凡哥。 你开始问，因为两个都是主持人，那个制作人有点没办法。你爸爸价钱那么贵，怎么根本没办法？那就被别台挖走了。然后我们还有拉拉队的女神，袁娟州，好厉害！你好，你好，拉拉好，你好，这样子干嘛？拉拉好，我是赵真州，赵真州，赵君州，赵君州，你好，你好，天某，天某，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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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他的名字都挡住，可以把那头发。赵娟周啊，对对对，不要遮住，叫什么？赵娟周。赵娟周。对对。你就想说周周有捐款，赵娟周。现在已经要到降级。现在是哪一队的？纽内莱昂。纽内莱昂，统一师范，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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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本来你是主持人，还参加，不是，他叫我们认识他，叫我们自己。对对对，熟了，熟了。你看瓜哥都会，你看，自动主持人上升有没有？嗯，对，就开始认识你们自己，要好好表一下。他现在三个都熟了，名字都记得。他连翻译都熟，对吧？翻译也需要自我介绍一下。Q 嘛，Q 嘛，Q 嘛，等于 Q 嘛，Q 嘛，那瓜哥，你那个下面一位这个抬头是怎么来的？下面就是欧弟，欧弟啊，欧弟模仿。哦，因为我们以前主持外景节目、游戏节目的，就比赛完的访问来下面一位，然后就这一位会离开，然后下面一位，下面就过来，还有一位访问来，下面一位比赛竞赛就一个跟一个嘛，所以就变你的专属 slogan。不过这个已经三四十年，是后来是因为欧弟模仿我，觉得他模仿我，像下面一位，下面一位。
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夏蜜。这个超有感，那变成网络用语，不是特意去取的这个词啊？没有没有，夏蜜我拿谁取的？哎，请进，请进啊，请坐。有时候你对这个人不耐烦，就想说，哎，夏蜜喂，就把他推走。没有，要先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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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次谢谢，再下一位，连续打枪。那我像我们小姐姐这个节目，你觉得有什么样的 slogan 会让大家记忆点比较深刻 ？slogan， 对啊，小姐姐请回答。小姐姐请回答。所以后我们就可以发明一个记忆点。哦，下面一碗，下面一碗，好碗很简单。下面一碗，上面两碗，下面一碗，对，上面大两碗。女生讲下面一碗难听。对，好像也快快了。晚上的碗嘛 ，last night。他可以婉宁可以用他别的称号，看他常常，比如说你演连续剧，就有的用语，像那个公差评啊，哦，我知道，就是骂干妈呢，那个干妈呢，比如说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嗯，比较熟悉。瓜哥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漂亮。嗯，没有，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瓜哥一起上他的节目，我也是常常去他的外景。外，你也有去？真的有？没有，我是资深的有。其实都上过我的节目。对啊。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了。嗯。我觉得做主题曲比较重要。那瓜哥也带了很多子弟兵嘛。嗯。那你平常觉得挑选子弟兵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一个挑啊，都是他们挑我。没有啦，还是有标准啊。怎么挑选？因为漂亮。你是说你们漂亮？先决条件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你接话就太快了，你让他们讲完，你再讲一次。因为漂亮。出来。你怎么接那么快，对不对？原来如此。第一个，他要能打能摔，任劳任怨，流血流汗。对。而且呢，要能够在烂泥巴打滚，那么重口味。当然了，你看我的所有子弟兵，哪个不是都玩烂泥巴、沙土这样过来的？以前我每个礼拜在烂泥巴里面玩游戏，生气到说我要叫经纪公司帮我出内裤的费用。因为你在泥巴里面，那个裤子就是整条就是毁掉了，都在泥巴里面玩的。是啊，你看，对，新美也是一样啊。对，而且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性别比较难分辨。对，所以说要变。对，直男。对啊，以前谢欣我们也帮他当男生一样，对他有时候坐在车上就换起内衣内裤了，也没人理他。就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谢欣跟叶欣没当畜生用，对，就差不多意思。这我们是男生，是是。但瓜哥真的不得不说，是我看过主持人里面EQ最好。而且他所有的综艺效果他都自己来，哎，什么被打啦、犯丑啦、被骂啦。他都没有，就是那种长幼的分别，我们骂他都真的骂，对啊，真心骂。因为我们以前会怕，会不好意思，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说，你们要来真的，那个感觉才会真，我们就来，所以我们就直接狠下心来，真的打，真的骂。现在可以看吗？现在就是 right now， 他讲什么每次都吐他，就是都没有顾忌，也不用怕说他生气怎么样。对，抢话抢成这样，真的，我现在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社群媒体真的就是很烂，他不懂那些什么。I G F B 怎么用？跟你讲多少次，那个前后镜头教你教两个礼拜还不会用。但我有助手啊。对啊，就是这种东西，我们都他都要麻烦我们。对了，哦，已经变女儿了。不是年轻人他们的结构来讲，如果一个艺人拱得高高在上，就等于差不多也再见。嗯，你不能把他供在神桌上啊。供在神桌基本上就以后也不用混。我们没有把你供在神桌，都踩在脚底下。没有，我把你放在心里尊重。是以前我们逻辑也是这样啊。以前我们逻辑是，我们对大牌也是要捧，但是也是要摔，因为其实越大牌的人，越有人是求他摔他，才是增加他的寿命。嗯，小燕姐在最辉煌的时候是庾澄庆的时候，哈林哥会刁他。你再想想看，当没有人刁他的时候，他就完蛋了，你知道，所以一定要有晚辈来去。跟他互干，落差感，你不能把自己弄得很高高在上，弄得很完美无缺，弄得很难，好像很高雅。其实那个观众不会接受这一点。每个人都想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在荧光幕，其实是错的，其实是错的。大家都想待在摄影棚，不出去外景。我想呢，当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如果要拿我的标准训练，是应该从外景开始啊。所以赶快在 T 台帮瓜哥弄个外景节目，而且他觉得棚里面太安逸，而且一定要玩泥巴，还是你们把泥巴运来现场也 OK 呀？现场可以玩游戏哦。那就太刻意了，你们应该去找点，
对不对？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可以介绍。你就拿你来讲啊，你每天不是在跑马拉松，又上山下海，还跑到那个这个一大早上登山的时候，在中途睡觉，那几点睡觉？凌晨一点那种。对啊，那都找山屋了。那个本来应该拍下来，你一点睡觉那个。不睡得要死，谁要拍啊？一个人去走是赎罪之旅，哎，一个人走六天，一个礼拜吗？都是西班牙的那个。对啊，对，我有去走过。是，其实他做的事情都没拍下来，其实他就是我们训练出来，就是说你给你一个任务，你没有得考虑的，什么你还去跳过那个什么项目啊？哦，我去跳过东北角。对啊，就先去攀岩，然后全身都是那个细沙的那种伤口，然后再滑降下来，就最后去跳。是啊，而且最痛的是你跳海之后海水是咸的，然后你身上伤口都全部很刺，那个真的很刺。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每个礼拜这样磨，但是每次收工都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常常说，待在摄影棚过惯舒适圈的，他不会成长的。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去轮流出外景。对，你现在把我的话放在心里，你看过三年之后，每个礼拜三啊，跟瓜哥去出外景，你下一集就邀他，又邀小手工，可以小手工。可是外景不是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吗？有没有遇过什么特别、超多、印象深刻的？像有时候会有民众。在对着我，就我们主持人要移点嘛，就走过去，就民众来就是来喷水，然后你以为他是喷水吗？没有，他是喷辣椒水，就他不知道怎样，他就是不满不爽，对，然后还有碰到那个精神异样的啦，嫌太吵，那要怎么样去解决这种突发状况？怎么解决？当地我们在的地方都是。地方势力很大，谁敢怎样？每个人呢邀请我们办的都地方势力，谁敢弄了？但我们也有被地方势力。也不会，他不敢怎么样。他只地有一次是因为我们录影讲好一个店家说他煮好餐嘛。对。那我们要过去采访，可是我们这边已经访问很久，后来够了就给人家取消。可是取消对方呢，我们去到那边他就把我们关在里面，说啊你们叫我一大早弄这些东西都没有拍。后来我跟他大姐讲说，因为我们前面拍的太狗，我们也想拍，我们现在可以补一些镜头画面。后来那大姐也是跟我们合照啊，气氛是很肃杀之气，因为旁边来弄假冰冷呀，站在你们后面这样子，因为刚开始蛮可怕，手断掉的。我们一进去，他们铁门全部拉起来，就是窗户全部关起来，感觉要把这些人关在里面。几年拢卖假绑，敢门敢锁起来。但比较像是旁边那些小弟去帮老板出气啊，就后来老板出来，瓜哥也是跟他好言相向，然后就聊一聊，拍个照，大家当朋友就没事。其实我们到处走，一定会，你只要出外景的风险就会有，比如坐车就有这些风险。你会不会坐到一半地震？会啊，会可能，最近很长，对不对？就像那我们在高山上下来，已经是黄昏了，那车开到悬崖旁边，你这窗户一看，怎么都是悬崖。睡醒想说发生什么事，你们还在做梦。到东北角了，而且都是云雾那一种。这些都是风险啊，这些都是风险在。你们今天问到现在还没问到我们来的主题吧？你们来的主题应该就是你现在创造了一个新的 YouTube 吧？好，下面也不是创造，跟着大家一起做一个节目。这个其实讲到这个 YT， 很多年前就想说，因为我常常听人家讲。YT 是很好做的啊，你上个厕所马桶，你一拍就有流量啊，就吃个面铺就流量。难做的。不是我听到人家都是这样讲，我说什么东西？你把我们做电视的价值放哪里？每个人都说很简单，不用花什么钱啊，你睡觉拍都有人看，什么东西？那个是柯震东才有。对，那你做到现在，你觉得有成就感吗？也不是成就感，就是当作跟大家聊天啊。很多人跟我聊心事，做 YT， 我只是想觉得我做电视做四十几年，做 YT。看看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你也看到直播间有很多人手在帮你服务啊，对不对？你要知道，直播怎么做的，并不他想象的。你如何固定，而不是三个月之后再更新？有很多做很精彩，我靠，半年更新一次，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是告诉他，你就按照电视一样，你每周都更新，每周给我周更新，我来找。那你自己想题材？题材他们想的人，我要邀请，因为我的面子可以邀请到很多人。那接下来我可以邀请到很多过去在综艺节目大家很少碰到的。那最近我如果访问任贤齐，对，前阵子有看过，我可能邀请什么张清芳、罗大佑这些，慢慢都是老朋友了。我的资源多啊，但是我不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花钱，为了花钱。应该，因为我就想说，瓜哥，你下面一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请我跟谢谢？他说你们俩太便宜了，因为我是要花钱，要大咖的，没那个要够贵的，反正你给我们多十倍也是可以。我没有讲说不花钱，是花那个不值得。喂，你花钱比便宜的还惨。
所以我觉得做 YT 是一种新的尝试吧，可以跟年轻人多学。哎，我来 T 台的时候做那个 ATM， 还有一次我去拍那个你常常直播的那个哦，虾皮，虾皮，虾皮广告的时候，我那次去，我想哦，100-200个年轻人在作业，拍广告的时候，虾皮直播的时候都是年轻人，然后我来 ATM 录 ATM 的时候前置作业。我们不是有个动画摄影师吗？全部都是年轻人在配啊。那年轻人看到我发抖，说：“我跟你伪脚本。”然后我说：“你干嘛那么紧张？”我是马来西亚来的，我从小就很喜欢你，我不知道跟你怎么伪。我说：“你告诉我要拍什么就好了嘛。”然后我就拍，就是年轻人啊，都是年轻人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族群的新生代一直上来，瓜哥都认识这些人嘛？就是要先做功课，还是说会有隔阂？不用啊，他会贴啊，像小工会贴啊，贴小工啊，那不会贴吗？他来贴名字。可是你不知道跟他们聊些什么啊，因为没有办法，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没办法互动。你不知道我在网络有个外号叫什么？什么？叫牛社长。牛社，牛社，不是啊，社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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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什么？牛什么？牛社是养牛的。这两个是社交很一点耐心都没有，这时候就可以骂他。这时候我容错率没有啊，我不能讲牛社，没有，要凶你才会对啊。社牛，社牛，就是我没有聊天的障碍嘛，那什么障碍？瓜哥，那这样随便考你网络用语，你会知道吗？当然知道，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考，你考你考，我们不提示，你考，不要害怕，来，姐，我们有准备题目，好，我们第一张来，瓜哥，你知道这个吗？爱人依人，爱人依人。英文 I E， 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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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虎，哎哎，答对，厉害，掌声鼓励，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你懂吗？对啊，他讲错，我们一定怎么样都有方法回答你。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蔡小虎。他的正确解 ，I 人 E 人是一个新的心理人的人格测验，叫 MBTI。那里面有一个分法，就是你是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I 人就是指内向的人 ，E 人就是指外向的人。那他都不是，他是有钱人。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题目出错，对，是出这种题目有问题。很会，有钱人太通俗了，应该是好野人。M 人 ，M 人，跟着，欧野，那你好了。那我们第二题，来。处烂就接触之后很留下很烂的印象，相处上拍到底，第一眼见面印象就坏了，对，就处烂，处烂，拍到底，地雷，碰到就烂掉，就是一见面就让我很膈应的，你碰眼神触碰到就烂，烂掉，就像瓜哥第一眼看到我，他就觉得这个处烂，处烂，你是腐烂，腐烂，腐烂，他就是烂，对，他是白烂，白烂，腐烂，但是我瓜哥看到我处烂，对对，是不是这意思？哎，所以处烂到底是处烂，处这个词是来。来自英文 true 的意思 ，true 就是真实的意思，所以在 true line 的用法可能会说，哇，我今天很漂亮。下面我旁边的朋友像安吉就会对我说 true， 这意思就是说对我今天很漂亮。安吉有意见呢，他动了一下，他不想有吧？安吉，可是烂呢？烂的意思就是 true 到不行 ，true 到不行。哇，你这个真同意到烂掉，对，同意到不行。好 ，true 烂，最后一个。M3 应该知道吧？ M3 这个 BMW M3 价位，你要跟我讲什么 M3？ 我最讨厌 BMW 这个东西，价位也会 BMW 的 M1。I don't care。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会同时中一摔，他是谁 Q 谁是？不然我们问韩国妹妹一个问题，看她的答案怎么样嘛？对对对，中一摔，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会来台湾？这个要摔了，这个已经摔了，值得摔了，最后一个 M3 应该知道吧？ M3 这个 BMW M3 价位，不要跟我讲什么 M3， 我最讨厌 BMW 这个东西。BMW 的 M1， I don't care， 这台车型比较敏感一点，那个是M3 吧？对，不一样，不一样。瓜哥，你可以念快一点 ，M3 有一点提示，跟英文有关。后面要讲话，你要说什么？你有听过 M3 要念 M3 有点 M3 你可以听我讲，然后猜是什么？好 ，M3。M3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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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eah. Oh, I'm saying.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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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eah, I'm saying. Yeah. Yo, man. I'm saying. I'm saying. Actually, you know what I say? Just 多减，就变 M 酸。就常常黑人会讲，对，速度很快。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m saying. 因为我们酸，我们平常在讲话在说什么？对啊，的意思。因为我们平常讲话，很多人都会讲到中间一个段，就是说，哎，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对，你懂我意思吗？ M 三，他现在人家简称就 M 三。对，我在讲公告录的东西。M 三， M 三。啊，你可以去相亲问问看，玩游戏说阿妈 M 三，那阿妈会拿香菜给你。M 三，不要，还是 M 四，还不叫 M 三。所以瓜哥其实虽然不知道，但是他还都可以接，大概都可以猜到。哎，对，就社牛啊，社牛啊，不是啊，其实是脑力激荡。其实做节目本来就大家共同讨论才会有脑力激荡，不然你们不常聊天，一坐下来就要做节目很难啊。嗯，那你私下会跟姐姐们去吃饭吗？我没有，有，我没有去。你吃过一次啊？对啊。你怎么会有默契？这两个是每天。我们节目也开没有多久了。这两个光吃饭就快把我吃垮了。瓜哥可以跟你吃饭吗？因为我们很想要做瓜哥的子弟兵啊。对啊。多好！我们跟瓜哥出去，像我跟瓜哥出去玩的时候，前阵去日本，然后我只要比如说去日本或者去香港，我就会先在那个翻译软体上面查说，把最贵的菜都拿上来，这句话怎么讲？所以我只要去什么日式和牛餐厅，我就跟他讲，上最贵的菜上来，因为你都不用担心那个价格。瓜哥在 M 三啊，而且你还要把那个后亚郎的那个翻译出来，就逼他这样，不是家里我吃东西。就是啊，我们今天来日本就订好吃的餐厅啊，可是他们会订那种餐厅，一结账都是三四十万日币的。哇，就是我希望你可以吃到好的，比米其林或什么和牛嘛，和牛一片要2000多块台币那一种。河豚，河豚，河豚结账多少钱？河豚好像一个人是50000块的套餐。光哥，你对你所有的子弟兵都这么好？也不是他们定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负责。他是被带去的，对。光哥是因为是他们两个黏你黏雕雕嘛，你才会这样这么疼。不会，我们有时候肚子饿或缺钱的时候才会。也不是啊，其实就像以前像欧弟啊，跟小贤的时候，到我们录完影都会到家里，都在吃饭聊天，聊今天的工作跟未来的方向，都会在谈一些做节目的观念。整个团队就像一个篮球队，你不可能靠单打独斗啊！你得分再高，你球队输球没意义啊！所以你要变分，你是前你的控球，你的后卫，你的前锋，你都要弄好好的。所以你的默契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靠聊天吃饭吃出来的。你觉得你带这些都很复杂的吧？但会不会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他们其实就很想回家，想说工作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要再吃饭，还要再聊工作？不是，因为我讲的对他们都有帮助。他们从我身上跟了那么久，然后到别的节目就知道，差别一比较就会知道，哦，原来落差在这边。以前我们在录综艺大集的时候，那有一阵子在打仗，遇到对手的那个敌对的台收视很好，然后我们那时候瓜哥就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哦，我们比如说坐高铁到高雄要2个小时，回程真的大家真的累个半死都想睡觉，没有，我们把椅背转过来拿着便当开会，哇，就那2小时拿来开会，开到董哥都这样。开了，每个礼拜都这样，是啊，就是为了把下礼拜的节目做得更好。你这礼拜录完就要准备下礼拜的东西，你不是到下礼拜再来准备的。所以制作单位压力非常大，今天录完影马上要开会，是不是对你们太好了？赶快吃饭。那谢欣跟欣梅跟瓜哥很久了嘛？大概多久时间？我大概13、14年左右，然后你。我也差不多、啊，差不多时间都跟很，只是我们两个的路径不一样，因为他一直都是外景，然后你是跟瓜哥棚内，我是跟瓜哥是棚内，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也开始当他助理，所以就跟着他到处跑，所以你们的默契应该是没有话说了，对啊，但我觉得默契好以外也学到很多、他很厉害，他会补足我一些功课做不足，比如说我今天30岁，我制作人20岁，我40岁，我制作人还是20岁。我50岁的制作人还是20岁，我60岁的制作人22岁啊，对，对不对？所以观念上你怎么去，你将来有一天你就知道跟年轻人怎么沟通，所以你必须要往后退，你的思维要往后退，跟那年轻人走，所以要常常跟他们相处，常常跟他们，不然你会先忧郁症啊、躁郁啊，就说哦跟不上，很多大老板就这样躁郁啊，他已经活了60岁，回头一看，哎，怎么都是年轻人。
事实上是这样啊，但口说无凭哦，我们要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哦。跟谁？我们的默契。对啊，我才不要跟他默契。怎么这样？跟我们默契好有什么优点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对对对，因为在上节目的时候，你们默契很好，然后会好像会同时中一摔，他是谁 Q 谁是？你可以教没有人 Q 那中一摔都是没有人 Q。瓜哥在节目上面是不是会使眼色，就是让大家去做这个梗？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已经知道那个 tempo 了，所以跟在旁边久的 tempo 来，所以常常看是主持人摔，来宾没有摔啊。那主持人跟我在一起，一定是有我的默契，不然早就被除名了，还在留那个。那我们想要看一下你们可以教我摔是怎么样？中一摔其实就像刚刚瓜哥讲的，你整个融入在节目里面，所以我们很专心的听每个观众跟瓜哥的问答。那只要他观众的回答，阿公阿嬷回答的很猎奇，我们觉得很好笑，全部的人就会刷。不然我们问韩国妹妹一个问题，看她的答案怎么样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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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问问他们，小姐姐请回答嘛。对，你为什么会来台湾？没有，不是，是你要刷，你要回答，这个要刷，哎，这个也值得刷，哎，值得刷，真的值得。不是要他帅，是要问他。我们但他这个答案可以了。可以那问题二，在台湾赚的钱多吗？哦，저는돈을벌어고온게아니기때문에저는이제작년에대만에왔을때엄청좋았기때문에팬들도너무다들좋았고또보고싶었기때문에그냥잘하고계시는데我不是为了赚钱来的。저는돈을벌어고온거아니에요。但是问他台湾赚的多，韩国赚的多，怎么讲那么长呢？那就是不多，所以要吹粉。他说我不是来赚钱的，他说我是因为去年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台湾的粉丝真的对我很有爱，所以我今年才决定说我要来台湾。那我们要对他。没有啊，我。哎，怎么可以摔？为什么你们要跌倒？你这个回答，哎，哇塞，冠冕堂皇。你可以说这，你可以说的这么不诚恳，你许多文傻和音啊？太不诚恳了吧？是吗？他会不会回去韩国说他在台湾遇到最不诚恳就我们三个？不是啊，这么简单问题讲半个钟头，那就是不多啦，就是他你问他，你问他是喜欢吃什么台湾料理？炒蛋、地瓜粥、地瓜球。地瓜球还是地瓜粥？地瓜粥也是地瓜粥，喜欢。哦，还有地瓜球喜欢。最讨厌什么东西？臭豆腐。还不错，还不错，还有这些喜欢。哦，好喜欢。很多这种，像这个没有在脚本里面。对，那他在外景都是没有脚本，都没脚本啊。比如说啊，这两个老妈妈玩，哎呀，是不是终极密码？终极密码。两个老太太啊，不要不，你们两个有吗？好了，今天做终极有一到一百零几号？啊，50。50，一到五十。56。一到五十，然后他们没有玩一到五十，然后再转过来问下一个哦。你在问我？不是，我52是外的，50以内嘛。那好，那48。48，48。那他就一到48。1到48。52。好。你也有跟上，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上电视紧张啊，然后外景没有脚本，你直接突然问他，他没有在听你讲话，他就照自己想的数字。那临时会发生状况，就会出现这个，大家都会摔啊，啊你不摔了回去就完蛋了。对啊，休息室我就谢谢。你刚刚没有在节目里啊？在听吗？你没有在听吗？哦，都没有打开是不是？你是脑袋长茧了？哇，瓜哥会讲重话吗？开玩笑。而且他是当着大家。你没有看去年上金钟奖颁奖的制作人哭成什么样子？被我骂的哭成什么？很少想到，但是我们摔也就是一个效果啊，也都是假摔啊。那董哥的假摔最真的，董哥都是真摔。不是，董哥不是真摔，他是以前假摔很厉害，但是后来他摔是因为他没办法控制，就变真摔。你知道要假摔的人，你体能核心要够强。他不是，他也以为他可以，就摔在边边。金钟奖想要假摔。金钟奖，他从台上走那个楼梯，国父纪念馆楼梯走下来，他只想假摔。前面坐的文化部长，他给我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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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文化部长，哎呦，怎么摔成这样？我们说他假摔，你放心，
后来他上了，其实他想假摔是摔两个，结果没办法控制，就摔了20个，摔了20个，滑下去。但每次在高铁都是你在扶他的，不是？以前董哥我们常坐高铁的时候，我就是看护，我要护着他，因为他行动有时候会有点迟缓。我还记得在台中高铁站的时候，他就有一次在走楼梯，然后跟我讲话，一回头，啪，整个就下去了。对，大家以为他假摔，没有，是真摔啊。他真的就滚下去了。也就是他多敬业，平常就在练了。有在练啊。对，就会讲到董哥也是瓜哥，我觉得啦，我自己在旁边观察也是瓜哥厉害的地方，因为瓜哥很讲求团队合作。嗯。那其实每一个除了平常训练默契以外，他会抓你在这个团队的人设。嗯。像董哥这只是一小点，但是瓜哥会把它放大，不是霸凌了，而是他变成。说他是这个节目独有的，大家可以可能欺负他，或者是他上出球搞走神，没有人跟他厉害。走神，对，像宜兰有那个走神的，在绳子上面走，对不对？董哥第一名，因为他是常常走神，那个灵魂跑掉的。哇，真的很极致哎，走神到走这边都要必须是很走神的状态。所以团队必须要进入状况嘛，不然没有进入状况，我们以前是这种，如果没有进入状况也是被骂，随时都要专心啊，你不能拍过去。画面拍过去，你在发呆的也看得出来啊。对，很明显。或者是你来混通告的也看得出来啊。嗯嗯。你看翻啊。那个时候被光哥叫出去。你是在混通告？有啊，以前有些女来宾她来节目，可是不知道该干嘛，然后就故意就是抢位置，就挤在瓜哥的后面，然后一直啊，对啊，然后有画面在那边叽叽叫，最好笑的是瓜哥旁边应该是董哥，然后那女来宾太想抢镜头，一直挤，把董哥挤到后面，董哥已经到后面跟主委站在一排了，然后我们录到一半，各位董哥，谢谢。如果你是要去那种比较难订的餐厅。我真的曾经试过，我本来想说，哎，看我曾经主持过美食节目，刷我自己脸就 OK 了，嗯，没有这回事哦。我是谢欣，我想要用餐两个人。他说下面位，没有位置哦。那我想说怎么办？我真的很想要吃这个，我就说，哦，可是等一下瓜哥说他会来，我马上帮你处理。哇，也是，这个手机是。怎么快到台湾？怎么有点炫耀太快啊？对。以前有些女来宾她来节目，可是不知道该干嘛，然后就故意就是抢位置，就挤在瓜哥的后面，然后一直啊，对啊，然后有画面在那边叽叽叫，最好笑的是瓜哥旁边应该是董哥，然后那女来宾太想抢镜头，一直挤，把董哥挤到后面，董哥已经到后面跟主委站在一排，然后我们录到一半，各位董哥不见了，董哥反抗，没有，董哥在后面跟主委讲说今晚要去哪里喝。还有女来宾就一直挤哦，然后瓜哥说啊，不然玩游戏，哎，我不会。可是他就是一直要抢那个镜头，在那边屁嘿狗。那个是经纪人教的嘛，说你在上这个节目一定要挤在瓜哥后面，要露脸，所以永远是他。对，然后就有很奇怪的表情，对，因为很多话，但是又讲不出重点。后来瓜哥就有就是委婉的传达，就说有一些初次来的女明星或怎么样，你不要想要抢镜头或抢话，因为你接不到，你就是好好的把游戏玩好就可以。对，接不上。所以我以前去瓜哥节目都是负责玩游戏。啊，对，就是把游戏弄得很厉害，这样子就有镜头，能耐够。对啊，其实我蛮好奇瓜哥私下的生活，就是很单调啊。可能大家在录影看他的荧幕形象，会觉得他是不是很不好相处，或者是觉得他很凶？没有，他在节目的荧幕形象是超好相处的。对啊，但是他私下的时候其实是很，就是真的很需要人家照顾。他很常看不出来哎，我想他很常忘东忘西。他以前曾经是手机哦。那时候我们刚用智慧型手机，他带出门一整天哦，然后他就是已经要下班回去，他说，哎，然后我跟我老婆说我录完，然后啊我没开机耶，一整天都没有开机哦，真的他会这样哦，然后也是会，譬如说出门他也不带包包嘛，他手机之前还曾经掉在飞机上过，嗯，然后那时候手机掉了就没有了，对，就没有，就找不到，因为他就是他出门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就这样，因为瓜哥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很依赖你的弟弟？就是去哪里都带着他们，会比较有安全感。没有，其实是因为我老婆很宠我，她会觉得什么东西都不用身上拿，她就是你专心做好你自己，手上帮我提东提西的，然后甚至也不会让我提包包嘛，所以我会变失去自己的一个生活能力。嗯，失能。手机跟票只要放我身上一定掉。嗯。车票呢？我每次去他们就车票呢？我就要把车票交给他们。所以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人家怎么照顾瓜哥。交给我助理，交我老婆，交给他们。对啊。
如果我不在，我老婆会交代他们，哎，你好好照顾瓜哥。所以我会连，所以你看我 YT 里面水壶我都找不到水嘛。对，他那天这样讲，还有在捷运站，不知道怎么做捷运，他很容易迷路。我们去东京、香港都是我在找路。对，他就是你跟他讲说今天要去哪里，哦，他就跟着，然后我就带，然后就跟在后面就走，就付钱。我也是在香港，就香港刚好有个钱包，好不容易带个钱包，穿个牛仔裤在后面，哎呦，说要登机了嘛，还没登机之前，我上厕所大个便，就去裤子一脱，哎。可是你一脱的时候，这边会卡到，钱包会卷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拿下来，放在那个卷筒卫生纸上面，有没有？嗯，然后你就在那边打，请登机，你要登机就走了，坐到飞机上才，我的钱包嘞。整个就掉在那个。Oh my god！ 那你身边真的不能没有一个不信任的人在。有一次我们在日本，他很喜欢一个后背包，他就想要买。但我们就想说，不对啊，你又没在带包包，你买后背包干嘛？他说啊，我想自己试着背背看。我想自己像我跟我老婆讲，你以后不要管我，就放水、放手机、放什么，我自己拿包包。他还是很不放心啊。对。他到现在还是很不放心啊。所以我常常会掉手机，就是因为没有习惯嘛。那天我坐去入大吉了，啊，睡下车在嘉义，手机又掉到车上了。对，又忘记了。然后就跟站台说，我个手机掉在上面，他们来通知。车上的人帮我留下来，到我晚上回来搭回台北的时候，他才交给我。所以他们照顾你是因为如果不照顾你会更麻烦，后面需要处理更多的事情。麻烦的是他只有一天，他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会带钱，就是入大集合，因为他要去发奖金，他自己发给那些民众。他平常都不带钱哦，他有一次加油，人家已经加完了啊，没带钱。就他就跟那个加油站店员说，你等我一下，我回去拿再回来给你。那店员就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是谁。对呀、啊，他就说啊，怎么认脸就好，刷脸，刷脸。对啊，这个也是台湾宠坏了，对不对？我不是说，怎么怪到台湾？什么有点炫耀的感觉？对啊，刷脸。我的意思说，民众也宠坏了。我这种在国外是没办法生的，你知道，因为在台湾真的很方便。对。比如说，我叫我助理去买，去圆环帮我买我想吃的那家鹅肉店，他就去。结果一到那边，我也不知道他带多少钱，我就想，我要点那个鸭一只鹅，然后鸭掌什么什么点一大堆嘛，他身上钱不够啊，怎么办？他就跟对方讲说，我是瓜哥的助理。他就信了我，他就让他赊账了，诈骗集团的，他就赊账，我还没跟那人通到电话。瓜哥，那我们可以这样用吗？没有，居舍他有用过，建新有用过，我很常来这招，他招最常。所以如果你是要去那种比较难订的餐厅，然后我真的曾经试过，我本来想说，靠，我曾经主持过美食节目，刷我自己脸就 OK 了，没有这回事哦。我是建新，我想要用餐两个人，他说下面位，没有位置哦。那我想说怎么办？我真的很想要吃这个，我就说哦，可是等一下瓜哥说他会来，我马上帮你处理。哇！听到社会宠坏了，宠坏了。可是这个有坏处，你知道，我会变跟我老婆都没有既定的计划。我们最常就是散步嘛，所以永远那些什么周刊拍到就是我跟他散步。我们俩最大的兴趣就是去散步聊天。所以我们散步散到一半就说，迷路。不是，会饿嘛？说我们去吃饭。那我们今天吃哪一家？捐豆腐吗？还是豆腐村？还是那个烧烤？想，走到哪里就付。今天礼拜六没有定，应该没有位置。试试看喽，就走进去，刚好前面两组已经被拒绝了，我们不收客了，不收客了。然后我就说怎么样？他说请进。这瓜哥，我跟你讲，现在不是这边讲话耶，就是怎么这么好？因为那小妹妹也笑出来，看到我笑出来，请进。可是现在世代很危险，就动不动就被爆料。没关系，我自己爆我料。对，他自己都爆完了。对，我们要求他收啊，他自己收我的。对啊，当然也有对方打脸的时候，有时候我跟我老婆讲，不用订啊，我去刷脸就好。有一次我去刷，礼拜六还是礼拜天，什么节日？礼拜六。后整层百货公司打脸打到转，哇，没有一摊收你的。真的没有位置？为什么？真的没有位置？他就没办法，那没位置啦。你叫胡瓜，你叫张飞也一样啊。他后来他还要靠爆小珍的名字才进的。他还爆小珍。后来是报小珍的名字才进去，就是买会员。天哪，瓜哥，你这样会很失落吧？还是想说，我现在没有女儿红了？不是，他16岁、17岁就开始在那边。在百货公司打刀总吗？就早就留那个什么会员 VIP。我是买东西从来不留资料，因为我跟我老婆讲，不要留名字，不留资料，就反正消费多少，不要贪那小便宜，我不想留资料嘛。
所以每次我们买东西，人家说：“哎，你有没有会员卡？”“没有啊，我没有办过会员卡。”“那你女儿有，你要不要留？”这样新做的这个 YouTube， 常常练一个很多心技，就是我看你有跳什么三阵舞啊。那个不叫练，那个就是跟着他们跳就好了。太简舞蹈点啦，我们这边有啦啦队的。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快马上就跟上了。所以每次我们买东西，人家说：“哎，你有没有会员卡？”“没有啊，我没有办过会员卡。”“那你女儿有，你要不要留？”我心想：“我女儿是，我女儿开始卡都是我来帮她买单的，你叫我留她会员卡？”她以前消费都是我帮她那个付账，对不对？消费卡。对。现在我要留资料，还要留我女儿的资料，你知道吗？后来实在很火，才开始留电话号码，留会员卡。所以你养他小，他养你老啊，是不是？养我老，卖我吗？这边养儿防老，他养老防儿。我小珍养儿好防儿，怎么样要防他的儿女这样子？小珍都是蛮乖巧的啦，我觉得他也都独立的，我觉得蛮放心这点。我以前本来是比较担心小珍，现在我是比较担心安娜，后来发现两个都不用我担心嘛。对啊，然后就最需要他担心的两个在现场，就我。对，我不担心哦。拜托啦，拜托。所以现在变成他们两个比较担心你。他们也不用担心，我觉得是我要担心，就是说我们将来要怎么样合作去发展另外一条路出来。其实最早是我想帮他们做外面，最早，对不对？我们一直开会，那时候两三年前。那后来为什么会变自己？没有，当时就要做什么形态，他们一直主张的是说不用太花钱制作单位怎么样？我也说我就是有钱啊，我就是要花钱啊。我也找过很多 team 开会，我有很多想法，后来开完会都觉得。好像不太能，我也想做台湾的猛男，我一直想发展这一块。这么特别，为什么？我觉得台湾猛男是有蛮，你看为什么韩国猛男进来？对，真的很多贵妇啊，什么阿姨妈妈，我一直疯狂哎。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啊。但瓜哥也因为你新做的这个 YouTube， 常常练一个很多新技能。就是我看你有跳什么三阵舞啊，那个不叫练的，那个就是跟着他们跳就好了。他以前舞蹈底的，我们这边有啦啦队的，他舞蹈底，我知道啊，瓜哥以前是舞，我知道，我看他腿这样，我就知道啦啦队。对啊，那要不要跟我们分周来跳一下？腿都有力啊，腿都有力啊，分周来。是啊，时间在。你以前是跆拳道的吗？跆拳道。合气道，你知道合气道吗？合气道，合气道，我就知道，你看到大腿就知道有合气道。我会看哎，厉害！哎，我练功底的那个没有练功会这样，你看你们长得什么跟残废没什么两样。那你看安吉是什么道？那更惨，那根本站一个小时就累了。爸爸妈妈，边正，你是不是因为怕瓜哥跟不上或者什么，有特地安排简单的舞蹈？有这没？그질풍가도라고질풍가도라고했는데혹시아세요처음에처음에제가教你그이렇게先跳이렇게스텝이있습니다스텝하여이거脚步네기본스텝인데요처음에이렇게해서여기오른발을들고右脚要抬起来，抬起来，踩，이렇게해서抬起来，踩那个엉덩이를쳐야돼요然后你的屁股要踩，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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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男生气，敢跳这舞吗？当当当，이렇게。啊，手。手嘞，아손은손은当当当当当。三四五六七八，哎，我哥马上就跟上了耶！哎呀，好厉害哦！哎，你这个发哥没有难度哦。当当当当当，难道当当当当当当？要跳几次？有不了，有不了，有不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那要一起哦，要大家一起啊！你们要一起啊！一起啊！我不行，能不能一起啊？啊，你们那个高舞也可以啊！不协调，这节目又不是我主持。没关系啊，你难得来，你难得来嘛，我们想要多一点瓜哥的画面啦。韩国话一起怎么讲？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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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两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
我这里比潘若迪好学吧？好学，好学，潘若迪。潘若迪，你演万安静。所以潘若迪老师还要有牙齿。刚刚跳的那一段就是最流行的。刚刚那个。对，最流行的音乐。你可以把它po在你的 IG 上，是你看。你po IG 啊，或者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那个脚的顿点都有顿到，所以他觉得很棒。再一次，就你们两个，就你们两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也可以。我也可以推荐给他一个，他 po 在社群上流量很大。哦，好哦。哇塞！对，好，也可以吧，我们可以吧。对，他推荐我们这，我们流量会好，我们也推荐他一个。我们推荐大家，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嘛。对，我们把它拿出来。好，来，中秋节要到，中秋节要到了啦，中秋节好应景，八哥累了，对，应景。哎呦，哎，好。啊，你要翻译啊！这是我们为老人家做的公益活动，韩国话爷爷奶奶。Oh my god！ 而且节目一开始就算还给他名牌，哎呦！哎，我翻译地位也是蛮高的。我真的叫 Oh my god！ 干脆 Oh my god！ 再下次来上节目 ，Oh my god！ 我们等下就坐那边。中秋节，中秋节，撒浪嘿哦！撒浪嘿哦！这口号不错哎！撒浪嘿哦！撒浪嘿哦！对了，瓜哥其实多重身份呐，他近期呢还是我们这个华山基金会的爱心大使。所以今天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来宣传这件事，是大家都要做啊。中秋节到了，我们要照顾老人。华山基金会啊，它全省有400个据点，要照顾30000多个老人家了。对，有无依无靠的，有很重要，我们要尊重老人，然后不能随便这样讲，不是尊重，要爱，要爱护，要爱，要爱护，不是尊重而要爱，好，沙拉黑哦，中秋节沙拉黑，爱华敬礼，谢谢。